从来都没有给大家出过平价纯银的饰品，这次的六根不管是日常还是通勤都很精致百搭。他们家新增了很多粉粉嫩嫩的款，我选了这三件，很适合春夏戴啊。有没有，这个是一根小翅膀的魔法棒，抽拉一下翅膀还会跟着动，本身它就是比较温柔的类型，然后它还加了一颗粉钻，戴着就挺俏皮的。这个手链是我特别喜欢的，它中间是一颗甜甜的爱心，边上是这种交错的珍珠和锆石，戴在手腕上就超级灵动。搭配的耳钉也是同系列的，它这颗小粉钻还是会晃动的，上身来看一下。然后是他们家经典的情侣项链莫比乌斯环，男款是光面的设计，链条会长一些。女款的这里有一排小钻，它全部都是纯银的，光泽感确实很不错，而且也很好搭配。这对情侣戒指也挺特别的，锆石拼接起来的十字形状，看细节就知道这款有多精致，证明就是有一个拼接的设计，自己戴的话你用这两款去做一个叠搭也很有时尚感。
天来分享一期酸甜元气的葡萄果香好物，这个夏天都给我把甜美 boss 身上叠满。首先来说说这一小支香水，一位来自迪拜的朋友，它不是那种传统的喷嘴设计，而是这种球形的滚珠状，对我这种社恐新人来说贼友好，在外面补喷的时候就不会弄出很大的动静。它的香味就是很纯正的葡萄香，还是那种果肉饱满汁水清甜的飓风大葡萄，没什么杂七杂八的味道，不会太酸也不会太甜，更不会浓，在身上抹开后就像是直接把香味阴进了皮肤里，不会让人时刻闻到葡萄香，但是会在跟你相处的每分每秒都能感受到微风拂过带来的清幽葡萄果香，纯纯是在炎热夏日来个物理清凉的大动作了。家人们，这罐糖果真的有点东西，连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都被它拿捏得死死的。开盖的那瞬间就有一股酸酸甜甜的黑加仑果香涌出来，立马嘴里就分泌口水了。告诉我你现在有没有在冒口水，每一颗糖果都是紫色的小熊形状，它的口感介于软糖和硬糖之间，拿捏得很恰当，咬开的一刹那仿佛黑加仑之水在嘴里蔓延开。你要是觉得它只是口感好味道好，那就大错特错了，人家可是很有料的。每一颗小熊有 3.5 毫克的铁，一口相当于吃掉97颗红枣、456颗枸杞了，量妥妥不到位，纯纯给美丽加分，越吃脸上气色越好看，整个人状态都元气有活力些，关键是它还零糖，天天吃也不用担心长肉长痘，好吃的总忍不住想多吃几个。这个系列的沐浴露我之前也有分享过其他的香味，这瓶就是酸酸甜甜葡萄果香，夏天用真的不要太合适，挤出来是这种透紫色的啫喱状，很像是葡萄皮煮出来的汁水，在手上端地碗的，饿的时候真的有点想炫一口的冲动，滤水之后会有很细腻的泡沫，这时的香味也逐渐散开了，真的跟某茶的多肉葡萄一模一样，满杯鲜榨的葡萄汁混上点茉莉花茶的清冽，还带着点醇厚奶盖的咸乳酪香，每次洗澡都像是一整个泡进了葡萄汁桶里，洗完后浴室也会留有余香，如果你突然想喝奶茶了，建议直接打开浴室门闻香止渴。毫不夸张地说，这支漱口水真的是我用过的所有漱口水中能排得上前三名的好用程度，属于是好闻还不辣嘴，而且它是这种一条条的独立包装，一次用一条，用完就丢，出门带着用也方便得很。它的葡萄味也是比较还原的那种，像是用冰水稀释了一杯鲜榨葡萄汁，香甜感依然在，但也少不了清爽感，入嘴很容易接受，不会有啥刺激。我每次出门吃火锅这种比较重口味的东西的时候都得带上一两条，吃完就去厕所漱漱口，把嘴里油腻辛辣的火锅味直接一把子转变为清新的葡萄香，或者在跟男朋友约会前用，之后的波波都是香甜的葡萄味。带惯男朋友回家了还在疑惑今天没有吃葡萄为什么会有葡萄香香，最后是这块马奇朵香皂，拜托谁能拒绝一块葡萄味的香皂啊，每次用的时候都像是置身于一片紫色的葡萄园里，酸甜的果香扑面而来，让人一整个深陷其中，所有的烦恼和不开心都能在此刻被治愈。皂体还是一如既往的大白块，上面有很精细的英文雕刻，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几块钱的香皂可以拥有的品质。如果你跟我一样舍不得用来洗澡，那就一整块摆在床头或者衣柜和浴室洗漱台上，让整个空间都充盈着葡萄香气。我尤其喜欢放在衣柜里，衣服都像是被葡萄汁浸泡过一样，不是那种酸甜的涩感，而是软软香香的感觉，感觉穿上都能减龄好几岁。今天的分享到这就结束了，你们夏天必喷的是什么香呢？可以浅浅分享一下，让我找找灵感。